HJD 200系列多功能电力仪表是针对电力系统、工矿企业、公共设施、智能大厦等电力监控、智能控制、计量考核的应用场合设计的高精度、高可靠性、高性价比的智能仪表产品。该系列仪表采用高精度专用 AD 芯片和高可靠性的 MCU 设计，可以测量三相电网中的所有电量参数，如三相电压、三相电流、有功功率、无功功率、功率因数、电网频率、双向电能计量及 THD 等，具有标准电能脉冲和 RS485 通讯接口，可选多种扩展功能模块，开关量输入输出、模拟量输出、付费率电能统计、谐波分析等。该系列产品具有极高的性价比，可以直接取代常规电力变送器、测量指示仪表、电能计量仪表以及相关的辅助单元。作为一种先进的智能化、数字化的电网前端采集元件， HJD 200系列多功能电力仪表已广泛应用于各种控制系统、 SCADA 系统和能源管理系统中，变电站自动化、配电网自动化、小区电力监控、工业自动化、智能建筑、智能配电盘、开关柜中具有安装方便、接线简单、维护方便、工程量小、现场可编程设置输入参数、能够与 PLC 工业控制计算机通讯软件的组网。 HJD 200系列多功能电力仪表按尺寸可分为120×120、96×96、80×80、72×72、96×48五种外形。按显示方式可分为数码 LED 显示和液晶 LCD 显示。该系列产品尺寸大小多样，可满足不同场合的所有需求，从芯片、注塑到组装调试，全程由公司自主研发制作，是公司主打产品之一。